哇，像柴火一样，多不多？好多。呜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，太多了。Hello， 今天跟我二嫂、我弟还有这位美女，我们一起来挖竹笋。我老公他们跟我二嫂上面挖，然后我跟我弟，我们俩在上面扒这个皮。拔不动啊，手都痛了呀，我手都拔痛了。太多了，拔不完。这个是那个苦笋，但是它又不是很苦，很好吃的，很脆的。今天搞的实在太多了啊，四个人剥那个壳，沙上面还有好多这个野生竹笋。哎，小粉粒子，吃不完，挖不完。哎呦，好闷啊，这个要拿锄头挖，不一的话下面很多。这里半麻包了肉啊。你看一下这壳的一大堆的。他们说这个要一点，那个要一点，叫他们自己来挖。叫他们自己来挖，不知道我们挖的多辛苦。拖都拖不动下来，从上面。拨不完吧，拨不完也吃不完，得了好多。根本就捡不完那个。是啊，你说这个一大堆全部都是。在农村就是舒服。我跟你说了，就算你都没有，然后又看到里面有，然后不想要了的，又要舍不得，这沙子很多。他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你爬上去，他说他爬不上去。多的不想要了。那在这里剥好再拿回去，不然的话拿不动。这里都已经剥麻衣麻袋了，肉不想剥。你看这里多的不想要，如果是不多的话，你看你们要不要？你看这里有虫子，他们都不剥了，就搞给我了。你看他们，我怕那个虫，我不是不想要它，我不是嫌多，我好怕那个虫。啊，你看这个虫，看到没有？好肥。虫也可以吃的，大虫吃小虫。这个竹子拔出来了，你看这个虫，矿泉水瓶装起来回家炒。哎呀，这个怎么搞啊？天哪，剥不完了。来，你去坐着休息。啊，我坐着休息了。沙上还有好多。我最起码还搞几十皮带才够。搞这么多，慢慢吃饭的。人人有份，全部用小包包包好了。想要的来哦。哎，这种好漂亮一根的这个竹笋。走了，准备收工了，不想要了。山上还有好多。